哎，今天休息啊？没有，今天我下班早。买的桃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妈，妈在屋里歇着呢。哎，妈，妈出来吃水果了。哎。哎，妈咋的了嗓子？哎呀，昨天呢、啊，妈炸那个咸带鱼啊，结果太咸了，妞妞就吃了一口，完都不吃了，妈怕浪费了，就全给打扫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齁着了。哎呀，你说妈这是何苦呢？这是。哎，你呀就不理解他们这代人，他们那代人呐就是怕浪费，不舍得扔东西，明白不？哎，正好我买这桃，今儿可多了，让妈吃吃润润嗓子呗。哎，你买了多少啊？买了七个。完了，你信不信这桃妈肯定不吃？妈为啥不吃啊？我发现你就不如我了解咱们妈。你拉倒吧，我是妈亲生闺女，我还能不比你了解她呀？那也不行，我是女婿，女婿的基本任务就是揣摩丈母娘。拉倒吧你。哎，这么的，大姐夫啊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你说吧。等会儿妈如果不吃这个桃呢，那我就刷一个月的碗。你说话算数。行，我要是输了，我就刷一个月碗。哎，不是大姐夫啊，妈吃不吃这桃，好像你都得天天刷碗吧？是哈，你这样没事儿，我要是输了，我学个碗。那碗咋学啊？碗还不好学吗？你看，拉倒吧，你那学的不像，那碗里有东西。啥呀？有颗肉丸子。你别瞎说啊，回头让爸听见爸不高兴。跟爸有啥关系啊？爸小名就叫肉丸子。哎呀妈呀，谁这么大胆敢给爸起外号啊？妈起的。别说起的。叫妈去。妈，妈出来吃水果了。哎、来了。哎呀，妈你看看我买这桃好不好？哎呀啊，这大桃可真好啊。哎，我会买东西吧。那你看看谁生的姑娘啊。哎呀姑娘啊，这桃个个软软乎乎的哈。对呀，都熟透了，能不软乎吗？妈妈妈你吃一个。哎，都洗好了，你吃一个。你买几个呀？七个呀。七。那啥，妈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哎，别别，你们吃吧。妈你看你怎么不吃呢？你妈现在不愿意吃这软乎东西了，不喜欢吃这个了。不是妈，我记得您不是最喜欢吃软葡萄吗？妈妈妈你吃一个。现在岁数大了，那个有点添毛病了，不爱吃软的了。妈你吃吧。妈妈妈妈、我觉得你正好吧，那个不舒服嗓子，这桃你吃一个润嗓子。妈妈你吃一个。妈你吃。妈你吃。哎呀对呀，老姑娘，妈想起来了，那冰箱里头上个礼拜还有好几个苹果呢，妈一会儿吃个苹果。吃个苹果啊。行，你们吃吧。哎哎，妈那你先回去歇会儿。哎哎好。啊。哎哎哎，你过来。怎么样，输没输？输了。别忘了啊，刷一个月码。啊，妈不吃这桃怎么感觉你还挺高兴似的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方法有问题，你信不信这个桃你大姐夫要给妈吃她肯定吃。我不信。那你还不相信？要这么着吧。啊，咱俩再打次赌。你说吧，如果妈等会儿能吃这个桃呢，那我就再多刷一个月的碗。你连着刷俩月碗？俩月。你说话算数不？算数。行，你看你大姐夫的，你们这智商啊！我跟你说，来，张明玲，你咬一口。我咬什么呀？你快点咬一口，你快咬，咬。嗯，好了，妈，妈。哎，啥事儿啊？妈。啊。哎呀，你说这咋整啊，妈？哎，妈，你看，妈，你看这么好的桃啊，小米粒儿，吃了一口，人家不吃了啊。你看，妈，你坐，你看啊，他说了，说这个桃啊太甜，没有酸味儿，不符合他对桃的审美。你这咋整？我说小米粒儿啊，你不酸你还不吃，你还想吃啥呀你啊？啊？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挎兜有俩钱不知道咋嘚瑟了。妈我那个。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。那么馋还好意思说话。妈你看这小米粒你咬这么一口，你别人也不好吃了。这样吧，咱扔了吧。拿回来。败家的孩子们，你们不吃我吃。
哎，妈妈妈，你这这样吧，您给我，我把这桃掰开，完了我把里边那核给扔喽。哎呀，核可不能扔，我屋里想个花盆呢，一会儿我把它种上。哦哦，好好好，慢点吃妈啊，哎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哎呀妈呀！街坊邻居们，我厉害不厉害？厉害，怎么样？厉害，我服了，服了，服了。你过来，过来，小米丁。就借这个机会，大姐夫还得跟你说两句。平时大姐夫也不好意思说你，你这嘴呀太馋。你有时候吃完这东西就吃那么一点，叭，你就不吃就扔那儿了。你知道这东西哪儿去了吗？扔了呗。什么扔了呀？妈吃了。啊？妈把我剩的那些饭菜，一个人全打扫了？这是万一他吃不了，不是还有你大姐夫吗？我负责打扫。这以后得改改这毛病，听见没？啊？对。那个我回屋反省一下。你等会儿啊，你别回去，你别回去，你这中午吃完饭的碗还没洗呢，还洗碗，以后俩月连着洗，听见没？哎哎，回来了，俺俩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一天呢，把俺俩这腿都要溜细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就别臭美了，出去买东西，那高兴的事儿，累就累呗。不是给我俩买的，都是给俺妈买的。对呀，给妈买的，你看还买两件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哎呦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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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大姐吧，哎，你看这好不好看？我觉得好看，我给咱妈买两个。对，哎，看看，又来俩乱花钱的。啥叫乱花钱？给妈买叫乱花钱呢？就是。哎哎哎，你们还别说啊，人小米这说这还是有道理的，你们信不信？给妈买这衣服，妈肯定不要。为啥不要啊？我就不跟你们啰嗦了。你这样吧，你们把这个事儿交给你大姐夫，是吧？你大姐夫来给你们完成这个任务，好不好？我让妈穿，妈就能穿上。咋的？咋的不咋的？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这实力，来媳妇儿，你穿穿上。哪件是你的？你放那干的？那是我拿来孝敬我妈的，拿来孝敬你妈呀？啊，不是，孝敬你媳妇儿啊。二米，你到现在你对你大姐夫这个认识还是不够。你大姐夫现在太聪明了，我跟你说，就我这智商，小米介绍一下你大姐夫的智商。啊，那个大姐夫心眼多，听他的。什么心眼？智商高，心眼。来来来，你穿哪件？来来穿穿穿，来来来，二米，赶紧给你大姐穿上，快啊，别啊，妈，妈，哎，妈，哎，哎呀妈，你看那个。二米啊和大米他们又去买衣服了。你看买这衣服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俩丫头啊，不待着没事怎么老往家买衣服呢？三天一件，两天一件，买那些有用吗？是妈，那个他们还想着我呢，啊，给我也买了一件衣服。你看这给我买了。对，还有这个呢。给我买，还有这个。但是妈你放心啊，就这件衣服还有这个呢都没花钱，人家这个是买一送一，这是白送的。哎呀，白给的，白给的。哎，那可怪好的。是是是，但是我觉得妈，这个我穿着确实，我觉得不合适。哎呀，你就穿上试试，万一它好看呢？对呀，万一好好看呢？快点穿上，哎，让妈看看好看不？行吗？黑白花也挺好的。行吗？挺好的。妈妈啊。你看看，你看，瞧着瞧着这样，快看看，快看看，快看！咱家这是来俩啥玩意儿啊？不好看啊？咋的？现在鸡毛线都成精了？什么成精不成精？爸，你俩干啥呀？我们拿这买的衣服，美不？你这是美，都美出鼻涕泡了。那个你俩要是乐意美就在屋里嘚瑟嘚瑟就行了，千万别出这个门啊、哦！为啥呀？让邻居看见，你爸这老脸还打算再用几年呢？我听明白了，妈，我明白了，就是爸说呀，这衣服是不好看，是吧？那个，但是这衣服咱也没法退了，因为人家是买一送一，对吧？哎呀，大明啊，你说这衣服买完了花了钱了也退不了，你这咋整？啊，咋整？就是退不了了，咋整？这扔了呗，扔了，好，扔了吧，拿回来。你们这俩败家孩子，你们不穿，我穿。等会儿，这里边好像有事儿，小米粒你过来。啊？什么情况？没情况。说实话。那个，我大姐、二姐给我妈买两件衣服，然后呢？然后怕你妈不穿。你们就演个戏，然后让你妈把衣服穿上，是这么回事不？哦，嗯。这主意谁出的？孩子们，
你们给你妈买衣服，这是对你妈的孝敬，想法是对的，但你们能不能有点计划呀？你们三天两头就给你妈买衣服，今天买，明天买，后天还买，弄得你妈那么多衣服她穿不了，你知道她都弄哪去了吗？扔了呗。她能舍得扔吗？扔舍不得，放在柜里她又不甘心，看见没？她都穿我身上了，你让大伙看见了，看看。他舍不得穿，就往我身上套。这是一回穿一件，一天换三遍，件件都有花，花上还有亮片。不管什么天出去，我都得把自己捂得溜烟呐。就有一回，就这一个扣没扣，叫邻居发现了。你知道你爸现在在小区里的外号叫啥不？叫啥呀？老花头。哎呀，孩子们呐，其实啊，咱现在生活富裕了，兜里是有钱了，但是啊，也不能浪费，是不？嗯，你们给爸爸妈妈花钱，我们高兴。嗯，但是买点有用的东西啊，你比如说上个月二米粒给我买了一大盒子保健品，那才叫好东西呢。是。哎，老头子啊，可是有一个事儿我一直纠结。啥事儿啊？你看吧。那个保健品啊，瞅我看不见就起开一瓶，瞅我看不见就起开一瓶。起开了吧，还不多喝，喝一小口就放那儿了。哎呀，你说弄得我呀，怕这些东西糟践了白瞎、啊，我就得打扫呀。这谁干的？哪个臭不要干的？我干的。妈，我知道那是好东西，我想让您多喝，我怕您舍不得。所以我每次啊，我就趁您不备的时候，我就打开一点，完了我就弄那么一小口放在这儿，完了您过来一看呢，怕浪费，您就喝了。我是想让您多喝点，对您身体有好处。嗯、哎呀，我的好姑爷啊，你说我这心里头一直寻思你爸干的事儿呢。哎呀，姑爷啊，哎，你孝敬妈呀，妈心里领了。嗯。可是你悠着点行不？你这一天就起五瓶啊！哎呀妈，这肚子也受不了啊！没事儿，这保健品是吧？多喝点不要紧。不像赵刚子啊，你知道那是啥呀？你就一天五瓶五瓶的中老年保健品呢？那是给中老年妇女增加雌激素的。增加什么的？增加什么的？雌激素，增加雌激素的。刚子啊，你是个男人，你咋啥都敢下嘴啊你？大明啊，我这一天喝五口，连着喝了一个多月，量挺大呀。啊，我最近你没发生啥变化吧？哎，我发现你这皮肤好像细腻了，是吗？哎，大姐夫啊。你别说，我发现你好像怎么越来越秀气了呢？是吗？哟，大姐夫，我也发现了，你最近这声线呢是越来越窄了，声音是越来越细了。是吗？嗯。大明，哎呀，哎呀妈，你吓死我干啥呀你呀？大明呀。我有点紧张，上医院看吧。对呀，上医院看。你俩回来吧。就你这情况上医院，你知道你挂哪科吗？你俩咋这科？哎呀，跟你们开个玩笑。爸妈、儿女的一份心意，桃在这儿呢，咱吃了吧。孩子们的孝心咱得领，别舍不得。吃桃，吃桃，来。我没了。看完了过瘾不？看完了还想看？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TV19986， 每天最好的信息都在这里。东北小品大联欢，关注微信号 TV19986。